樱花盛开哦，这个人山人海，每一天都好几万人来赏樱，带动地方的这个产业及这个老百姓的收入哦，都增加很多的收入哦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我们看好的乡村旅游、好风景带来的很好的前景。 我们那个坐着小火车，穿行在这个樱花树下，红花配着绿叶，感觉还挺壮观的，心情也很愉快，很高兴来到这里。樱花节期间，我们会在这里卖就是台湾的美食烤香肠跟珍珠奶茶。 因为就是很受游客的欢迎，所以我们很有信心，就是未来我们想说，就是会把这些东西带到永福的镇上去，然后让这边的居民可以感受到就是台湾的文化啊，看到台湾的美食啊。